质量有点差呀。吃饭呀，没吃，给你媳妇儿刷礼物行吗？东北吉林的，吉林的，十个喵宝宝加微信啊，哥哥！十个喵宝宝加。对，十个喵宝宝，就是热门礼物第二页一万三一个的喵宝宝，刷十个加啊，哥哥。
真的卡呀？不卡，我自己看一下，不卡呀，这不挺好的吗？是有点卡了，那我关了一下吧，我关了重新开啊，亲爱的，我关一下直播，然后重新开啊。我能行啊，我不行啊，我得，你妹！你说我啊，方正，那会儿蹭蹭往上上人呢。你微信都不说话的，谁说微信不说话呀？说呀！我给你这微信，你加了没呀？微信是这个号吗？嗯，我再给你一遍。不可能不说话的，扫马车扫。说毛欢迎小奶狗，你是我的小奶狗吗？猪头弄死你啊，弄死你啊，不行了，我笑抽了啊。你笑啥？你老笑我，你一直笑我，我咋了？我这么的女神，肚子好疼好疼，大哥你把我方言都整出来了，你这不疼啥？我给你揉揉来，我给你揉揉，揉我就当给你揉你了，你能体会到吗？是不是瞬间感觉一股热？我闪了，忙去了，去吧，你要忙你就忙吧，不忙了回来跟我砍大山呢，小骚货姐姐呀呀，不要说这句话，我就叫性感姐姐，叫性感小姐姐，说这话。这话是你说的吗？这话能是你说的吗？妙行，大哥你来来来，你出来来来来，咱俩单浪会儿。咦，咋啦风筝？咋啦？我说不对吧，性感小姐姐、啊？我说不对吗你？这个家给你恶心，你几个微信？两个。这个是刚申请的，闹啥闹？闹你啊，维也！大家有那个什么币的，给我走走刷刷礼物，没准你们中个大的，知道吧？主要我这个任务啊，我这个新人的任务啊，没有一回能完成，没有一回完成过，也不知道是咋了我。今天自己可得了呢，成天跟个二逼一样，屁股一扭，礼物走一走，关键屁股太大。